是啊，对了，对啊，他刚刚怎么会这样？走了吗？那走了，都要走了。走了吗？啊，走了，走了。都是人缆车，
下滑下来吗？这边好像下不来。下不来，不行了。它封起来了。那刚一下缆车右转是什么路？斜斜的一条路。哦，斜斜的往右边接回去的路。这边的下半部雪很多，深深的，恐怕要拖板走路了。这里也是啊。
人口说他们才种多少，我才不相信的、欸。对、啊，它很多黑树，好不好？都没有。哦好的星爷，要拍一张照吗？我要挡住你吗？Thank you.
不下雪吗？好像是。这怎么可能是缺雨带我们练习？这里不是啊，刚刚才是啊。不是哦。照一下，嗯，我有看到，然后就喂，顶住，没事。我都有在录吗？有啊，你有看到被录到？我有看到。有想到你好像快摔倒了。
用这个多搞一点脚力，第一天把力气用光，然后后面很酸这样。好热哦，我穿羽绒衣好热。你真的不要穿，我可以放我背包里，因为你不要穿。因为我觉得不穿会冷，因为我觉得降温会很快。嗯，因为你只有一层皮，没有保温的。至少滑这一道身体有暖一点，暖很多。真的都是下午的那种阳光的感觉了，已经要下山了，对啊，已经到下山了。那今天一点了吗？好像应该快一点了吧。对啊，一点就要下山了。没有啦，一点就是平常的四点，三点就是平常的六点。放掉的意思啊。
前面还是后面呢？前面吧。你会想要去滑滑看这一道吗？都可以啊。我不知道那道有没有开，看起来没有哎、欸，都没有人下来、啊。刚刚有人过，但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有人好像都是偷滑的、欸，对不对？嗯，像这个那一道也可以是偷滑，但是既然只有一道，我觉得应该偷滑无疑。我刚刚是滑这一道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嗯、没有，是这一道正下方这一道。对啊，这一道的话，这个小脚胶。紧张哦，好怕我的脚被揉出水泡、哦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袜子有点松，怎么办？袜子松？嗯，在那个我左边那个右内侧那个骨头那边。吃钓鱼烧了、哦？对啊。好。好吧。好。那我可以看鞋子了。巧克力的，我还是喜欢巧克力。先吃巧克力，改天再吃别的。怎么吃也？改天再吃别的。别的。
得过来了，没有太阻力了。还好。嗯。要走啦。要走了。走了。它的烟太多了。我要吃完再尿，我要先吃。